咱们视频中的这个同款夹子，它叫做细胞夹，它是一个不锈钢的材质，通体不锈钢的材质，它采用的是德国工艺，是韩国美容院专用的0.5毫米的一个精度。0.5毫米的一个精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可以媲美医用手术刀的一个级别，一个精度。我们脸上的这些黑头、痘痘、粉刺，还有毛孔里长期积累的这些脏东西，都是可以用这个美容夹给夹出来的。如果你脸上的黑头、痘痘、粉刺比较多，自己在家动手都是可以清理干净的。我们使用的时候，先用热毛巾热敷我们的面部10分钟。热敷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使面部细胞得到滋润，帮助肌肤放松，打开脸上的毛孔。热毛巾敷完之后，我们用这个细胞夹把它夹出来，然后再用冷毛巾冷敷10分钟，防止我们的毛孔变得粗大。如果你有玻尿酸乳液和芦荟胶的话，都可以用。